我们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全景，同时针对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我们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任何人都不要错误地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无论美方向台湾提供多少的武器装备，都不可能改变两岸关系的大势，更不可能阻止中国的统一进程。中方敦促美方认清美售台武器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危害性，采取实际行动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美台官方往来。 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和售台武器，反对台独及其分裂活动，以免给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必须要指出，立方企图偷梁换柱、偷换概念，将挑衅一个中国原则假扮成维护立方的所谓原则和价值。 为他同台湾当局发展实质关系进行诡辩，这只能是自欺欺人。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清晰而明确，不容歪曲和篡改。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就必须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断绝一切同台湾当局的往来，不管是明目张胆还是暗度陈仓。